这么寒冷的气候，几万人也难民在那个所在，都是呢，这小小的帐篷铺在地上呢，啊，就地而睡哦，那身体都是呢湿啊，寒个湿啦，而且呢，边界被关起来，天王是安尼为三十外公里啦，他们就是走到了河川的地方，就是这样也要过来，这真的是哦，无法去形容他们的日子要怎么过嘛，这是见到了这样的苦难。那现在在撒维亚的自己人，他们虽然呐有许许多多的困境，他们都用感恩、欢喜、虔诚的心去付出。所以，关关困难，关关过，而且呢，也已经呢感动了当地，感动了难民委员会这个会长，他们对于慈济呢就那样的肯定啊，而且期待慈济不是短暂的停留，期待慈济能有中期的在那里帮助。也看到了慈济人呢已经跑到了撒维亚马其顿的边界里呢去关怀难民，慈济人呢也感冒了，不过呢没有一个呢就是说打退堂鼓说啊我来休息，感冒今天也不会。尤其是有的啊，这个护照到了，一定呢要离开撒维亚，因为他们离不开，不忍心离开，所以呢，像杨基士，他是开餐厅，他的生意很好，在，可是他还是呢，安尼出去一个啊，一天随回来哦，以。无等于到印度，就是出国出境界，一天较紧经过倒转来。他目标呢，就是希望呢，能多一个人手，去发挥他的爱心。有他，就有更多的热腾腾的食物，可以供应给难民。这都是呢。那一份爱很难去形容，菩萨人间菩萨尽量啦，要如何呢能帮助人，他们现在困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苦，菩萨呢发大心立大愿，很甘愿的欢喜的去付出，不含苦不含泪，还是呢再接再厉呢往前走。这都是现在也不少的国际间的慈济人呀，也纷纷开始在报名，他们呢也要去付出。这都是天下人间菩萨，菩萨在人间也看到了黑珍珠啦，粒粒都是闪亮发光的啦。德本的本陀济纲啦，他们呢跨国哈、哦、到斯瓦济兰呐，也已经呢四十几处啦。他们呐、啊、一踏进了国度呢，那样的生活秩序哈、哦。都是会感动人呐、啊，而且他们的精进呐、啊、整齐呀、啊，这都是走过的路哈、哦，就讲，嘿，
加油站的哈老板啊，还有呢，还柜亭哈，有百货公司一些老板娘看到了这一大群的啊，整齐呀、啊，有规律呀、啊，也心起欢喜哦，嘛跟因斗念呢，同样去当志工哦，也同样呢跟着他们呢去访视，哇，看到了，真的是艰苦之福啊，他们也都是这样的。同时很感恩呐、啊，有一个台商的公司呢，叫做南伟哈、哦，那这个企业呢，在斯瓦季兰，那现在的一位冯经理哈、哦，他是新到任的，他知道从南非的慈济人到斯瓦季兰所做的一切。他很感动，那这位冯先生呢，他跟他的太太呢就说要帮助南非的慈济人在落实在这样的斯瓦季兰呐、啊，所以这一次他们去呢就发现到了这位冯先生呢，他就是那有那个会规哈放在那个所在。会归呢，故来也熬啊，吹风旁日，他发现到了，赶快自动哦，请人呢，把这个会归呢修理好好起来，好咱物件的来的安全呢，不会被这个雨水哈、哦，安尼淋起哈、哦。那咱的志工到位，知影这个代志哈，台币2000多块啦，啊要。还给这位冯先生，叫冯经理呢，他就说：“哦，我跟我的太太呢，已经决定讲哦，这个钱我要出，只是期待恁大家人在斯瓦季兰呢，会当更稳在的落实哈、哦，那为慈济的苦难人付出，这真的很感人呐、啊。”啊，咱那搭便去吼，都去改旧所在借他的地方。哇，这一次吼、哦，他提供出了大会议室哦，啊，五星级啦，在佛山吼、哦，他们很吃惊啊，哇，五星级的呢，他们从来没有这么豪华的开会过、哦，很开心在这里呢。他们同样那样精进啊，华华精啊，他出去哈、哦、还是没有停歇哦。这一次出去呢，他们所分享的是供诸如哈、哦，他们呢也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这一段呐、啊，师父的话呢，啊都赶快放出来哈、哦，来看翻译过的这个英文呐、啊。他们呢也都会很感动啊，本来有的满心都是烦恼啊，很苦啦，看完啦、啊、听完啦、啊、展开了笑容呢，也这样，这就是法无处不在，只要有心呢，度万亿众人间菩萨，他们是现身在那样穷困苦难的地方，那现菩萨身啊，我们台湾一群菩萨呢，开始是为事业去，现在呢是为置业，在那里播善种子。那这一把的善种子已经呢萌芽，已经成为功德林了。现在呢，都拢总交予因家己呢。德本南非慈济人，他们呢就自己承担哦，这一次都是他们自己承担呐、啊，跨国际的哈、哦，这样已经有七个国家，将那个苦不堪呢，成为呢展露笑容的地方，这都是爱的能量啊，所以人世间呐、啊，没有是做不。来的，只要有心啊，一切唯心造哈、哦。
那样的发心立愿啊，只要四风誓愿呐、啊，是无量心呐、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多嘛，他们呢，就是这么普遍的，这么干这么的苦的地方，他们愿意去耕耘，看他们已经做到了啦，这么多哦。这都是呢，还是要这培训，他们还在培训哈，还在分享培训的艰苦之苦等等呢。他们呢，如归如律哈，真正是真感动啊。